欸，起床，起床啊！挖头矿啊，干！起床，快点啊！挖矿拍片啊，拍介绍影片的啊！快点啊，起床！哎，我没有穿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C。哎，就这样，累是不是？是没有你累了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这支影片我们是要来介绍抢 Crystal Vale 的头矿。本来的状况是这样子：30号跨31号的晚上12点会开始跨链去组 LP， 然后31号的早上8点会开始可以挖头矿。我们本来的计划是组完 LP 之后拍完影片，抢在8点以前就发出这支影片。但是昨天官方在12点的时候就临时通知说，跨链的时间往后2个小时。开始跨链的时候，桥又塞爆了。听说塞了几千笔交易，那有些人可能跨了几个小时才在 DFK Chain 上看到他的资产，真的蛮刺激的。你好辛苦，好累。那我们今天这集呢，主要还是要介绍教大家怎么跨链组 LP Token， 然后去 stake 你的 Joule 跟 XJoule 去挖 Crystal。Let's go。现在来看看 DFK 官方释出来的 documents， 教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资产从 Harmony One 上换到 AVAX 上面的 DFK Chain 里面。那大家可以来看看这篇 article。不过，我们今天也会跟着大家一起把这所有的步骤都操作一次。那所以它里面大概就是讲说你要去哪里跟谁讲话，所以他就说你要去 Dock 那边，然后开始换你的 AVAX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。我们在这边也再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官方的文件啊，或是 Discord 很多都英文的话，其实 DeFi Kingdom 它中文社群也很活跃。那大家可以从我们 Steven Strickland 的 Discord 社群，或是 DeFi Kingdom 还有中文的社群，可以看到，其实有玩家 Vida 他都蛮热心的，会帮大家翻译每一次的 AMA。那有任何重要的公告，他会马上会把它翻译成中文，让中文社群玩家可以马上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。像是官方在今天半夜有说，哦，他要延迟挖头矿，从早上8点推迟到今天晚上10点，这个他都有马上分享给大家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块链 Spy， 他也是做蛮多心得分享的，那他都会分享他那个 blog， Discord 连接跟 Spy 的文章我们都会附在叙述。今天的投矿挖矿以前呢，我们要先来 Jeweler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XJoule 这个东西。因为现在一开始投矿的第一个可以质押的币是 Joule 和 XJoule， 那 XJoule 呢就是 DeFi Kingdom 里面拿出来可以生利息的一个治理代币。我们在挖矿的时候我们要分50-50，所以大家可以依自己的比例去把存一半进去变成 XJoule， 然后剩下也是留着等一下一起放进去质押。那因为我们已经先操作过，这边就不再操作给大家看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先去坐船到雪崩国度，所以你在这边按 Docks， 然后跟 Dock Master 讲话。Travel to Crystal Vale。雪崩国。问你要不要切到 DFK Chain？DFK Chain 真的跟我当初预测的一样，超帅。帅。好，我们现在 Switch Network。我们到雪崩之国了。我们坐船到另外一个国度了。大家听一看音乐，听一看音乐，可以。一个比较紧张的感觉。这个国家的人好像有点像那种维京人。我们要把我们的资产从 Harmony One 上面移到 DFK Chain 上面来。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可以来这按 Bridge Token。那 DeFi Kingdom 呢，它有跟一间非常大的 DEX 合作，叫做 Synapse。对，他把这个公司里面的程式码移到 DeFi Kingdoms 里面来用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做资产转换的动作。那在这边我们要选 Harmony Joule， 然后下面写 DeFi Kingdom 的 Joule，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从 Harmony 链上面把 Joule 转到 DeFi Kingdom Chain 上面。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它是有一个 Avalanche 的 C Chain， 那不要选这个，这个选了不知道你可能又要转回来，所以这边要选 DeFi Kingdoms。对，因为 DeFi Kingdom 它有发他自己的链，对对对。那这个游戏在他自己的链上面，所以大家要确定是不是转成 DeFi Kingdoms 的 Joule。然后我们因为刚操作过，我们就不再操作一次。那大家按 Approve Bridge 以后呢，你可能那个 Gas 因为现在比较塞，你可能调到个60-70，可能会比较让它跑比较顺，不然你可能会一直在原地等。对，我们也是在超久的。对，然后Joule Bridge 完以后呢，还要记得 Bridge XJoule， 那就是来这边点选 XJoule， 然后下面也是一样，要 DeFi Kingdom 链上面的 XJoule。
那都选好了以后呢，输入你要 bridge 的金额 approve， 然后再按 submit 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资产也是卡着，没有办法秀给大家看。你看 Synapse， 对啊，因为它是跟 Synapse 合作，所以大家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的 Joe 跟 Joe 不知道跑去哪，但其实如果你登入 Synapse 就可以，它会有这个记录。大家听一看这壮观的音乐。哎、欸，昨天那个神龙的动画是在哪里、啊？他这边点他，你点他吗？对，超酷的。这边左边这边可以看的动画，这是一个神龙的动画。他好像在守护 Crystal 还是什么，超酷的，然后一边啊，感觉小兔子全部高潮了。进到 Garden 以后呢，你可以点一看兔子，它会跳，超可爱。哦，对，是不会跳，没有，不是，这不是重点。你打开 C box 呢，然后这边按 deposit， 然后这边呢按 add actual dual liquidity， 那这边呢，它就会要你放入一比一的 dual 和 actual 进来，把它组成 LP token， 这样你才可以放到 Garden 里面。那因为我们的钱都还没有到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操作给大家看。但记得这边这两边的那个是要等值的。等值的。然后你弄完以后呢，你就按确定，然后你就会拿到一个 Jewel-XJewel 的 LP token。对，那你拿到这 LP token 以后，你就要放到 Garden 里面去。那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，然后按 Deposit， 我们就可以在这下面这边应该会有一个 Deposit 的一个按钮。那你 Deposit 进去的话呢？你就会开始升你的 crystal 利息了。我们非常急着起床，要帮大家拍这个影片给大家看。我都在睡觉，都是他在工作的。没有，我们昨天熬夜到四点吧，四五点，有些朋友都已经走了，觉得等不下去了，因为那个实在太久太卡了 ，Synapse 被塞爆，对吧？卡到现在，我们都还没拿到钱。听说有人等了三四个小时了。但我觉得应该状况会缓解很多啦，因为毕竟延了十个小时，十二个小时。有很多朋友他们在半夜凌晨的时候也有 message 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对，大家很紧张，社群里面大家都很紧张。刚刚我只是在睡觉而已。你是因为觉得早就知道会这么衰，他们是我对他们很有信心哦。对，那你对我也很有信心？我对你很有信心，我相信你们，所以我放心的去睡觉了。我们的影片纯属娱乐，绝对不是投资建议，请想要加入的朋友自己做好功课，了解财务状况来决定要不要加入。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我们的社群平台现在也有 Discord 跟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， 大家都可以在这些平台跟我们做互动，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举办空投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